晚上的10点钟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做饭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就睡在这个位置，帐篷呢也不搭了。鸡胸肉、圆葱、葱姜蒜，哎呦！10点半了，现在已经是10点半了，我们的饭呢已经做好了。我不行，我吃不下去。歇会儿再吃。现在将近11点了，然后饭的话还剩这么点，我今天吃了一点点，吃不下了。这边的话已经盖起来了，我现在呢要把帐篷搭起来，不搭起来的话，这边风太大了，沙子吹的到处都是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